啊，系啦，啊，外语就连杀吼，原来对家土地的价值位置啊有意见啦，像两个问题啊，而从前的时间都在恩养班的处理。是讲双方自己位置相同，那种情形就自己位置来测量；是讲双方位置不同，发生纠纷，提审机关会再通知双方来协调处理。不过还是啊，要判离提审调查自己认真事实。从这期间，如果发生自己无权用来产生土地价值的问题，在公告前会由燕市政府所成立的燕市提示图从这提起价值问题协调会，协助调解来提出土地的正确位置。